狐妖烧毁了你生活的村子，追上去杀了他。哼，莫秋，我们走。快去杀了那只狐妖。我竟然还想偷袭，哼，多亏有你了，莫秋。此即狐妖真身。就是现在，杀了他。我好像经历过这一幕很多次。此即命运，是已被写好的因果，循环往复，生生不息。我的命运由我决定，你算什么东西？那个声音究竟是什么？我先走吧，先找到一条出路。荒墟是流放罪人之地，若执意被你骗到，你的下场就是葬身此地。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顺应天道，回到你原本被写好的故事里，又或是无休止的战斗，直至葬身此地。你可是想通了？
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哦，几天到。在这个世界里，每个人的命运都是早被写好的故事，顺应天道，无需反抗。什么写好的故事？什么天道？冥顽苦灵。
仅此而已。猿猴竟身着铠甲，
乃大司马上柱国武军都督府中军都督大将军宇文渊是也。我只是想找到一条出路。年纪不大，口气倒是狂妄，你当这里是酒馆，想走就走？让我瞧瞧你有什么能耐，可别死得太快了。
这个地方有些不太对劲。幻境离踪起。一虚实半相生，独自量力，看你还能坚持多久。Thank you.
小心，法阵显赫。
不过如此。
蛮荒之地却有不少刀枪剑戟。就是这些塔在保护着狐狸的客栈，扰乱了天道，毁掉他们，修正错误。哼，休想！危机平息，客栈暂。让我瞧瞧你有什么能耐，可别死得太快了。
不失望。又是这个鬼地方。
猿猴竟身着铠甲。仅此而已。蛮荒之地，却有不少要强剑气。暗言，危机平息，客栈在，那就安全了。
冰白雪域，天寒地冻，真冷。小心，法阵险恶。不过如此，让我瞧瞧你有什么能耐，可别死得太快了。
过如此。又是这个鬼地方。